馬鞍山麥當勞的老闆，我話事你不可以話事，千祈不可以啊！我點解要聲俾食榴槤山呢？因為啲疫情關係，佢一定唔會係手機，淨係我會聲條拎俾佢。我話聲一聲，邊個馬鞍山嘅麥當勞嘅經理對我唔客氣？如果係咁樣嘅話，我對你唔客氣，後果嚴重，同我不知不覺送我去食屎啦！拜拜。